我翻到嚟绝对华南 D N 啊，今次翻到嚟呢个上半市啦。上次讲到咧，见到呢个板木大人啦，板木大人就要呢个重组火箭兵团啦。然之后咧就唔知去边啦，而家就落到嚟上半市，睇下冇啲咩啦。道馆呢度咧冇馆主，最近咧真身镇后生仔做咗馆主，诶而家仲做紧啊。真身镇小某好，然之后头先我发现呢度有班吉拉两只，应该有啲咩特别嘅事件啦。好，即系咩有冇见到班吉拉有啊？啊喺边啊？喺呢个网笔啊，果然喺附近啊！多谢晒，收下呢、這个贵重骨头。呢班吉拉咧系我养嘅，但系佢哋性格咧暴躁咧，同埋有啲惊怕生啊！我担心佢哋咧会随意攻击咧啲陌生人啊！既然咧知道佢哋喺边，我要即刻揾佢哋再见。嗯，跟住就会阻挡，即系冇唔会阻挡条路啊！呢班人做咩啊？啊，大学博士等紧我，圣灰可以将濒死状态即刻复活。OK， 班吉拉咧。呢、這个就系佢屋企啊！哎，点解变咗你嘅金柱？系大叔嘅金柱，你喺边度攞金柱出嚟？你系盛产金柱嘅大叔啊！好，我哋就而家去揾阿大木啦。阿大木有咩俾我啊？来睇下先。哦 ，OK， 你个人都嚟到关东地区喎，俾你嘅图鉴 OK 嘛？喺电视上面见到你通过联盟嘅测试，相当唔错。等我睇下你收咗几多徽章。嗯，虽然我想睇你实战水平，但系咧都系等你七个徽章再嚟正式道馆比赛啊！你见到阿爷咧，应该佢好开心啊！走啦，嗯，广播塔，好，嗯，一班火箭兵团哦，睇嚟又要入侵呢个广播塔啊！嗯，喂喂喂，关东地区所有人听住，我哋火箭兵团喺关东地区咧潜伏等待紧所有火箭兵团员。听清楚，板木大人已经回归，今日我哋火箭兵团正式复活。分散喺关东各地嘅火箭兵团收到呢个消息之后，即刻到山崔市汇合。好，尽快同我哋汇合。今日宣布正式复活。OK， 重复一次，火箭兵团关东地区潜伏等待嘅火箭兵团嘅成员全部听清楚，已经回归啦！板木大人，我哋正式复活啊！即刻到山崔市，山崔市，山崔市，山崔市。好。因为好重要，所以佢讲咗好多次，我帮佢特登强调咗。好，睇下你有咩汁，黑金果。好，我而家较大声啲先。好，较声啦，而家继续啦。嗯，波多芬尼斯就先要对决水系，走一走先。转亚布，接印斩。太古，接印斩。派拉斯特，十字剪。假面长眉，十字剪。樱花接印斩，接印斩呢个换翻学习装置俾你先，因为头先我升紧你咯，升咗少少啦，不过都系好慢，唔紧要啊，慢慢嚟呢度。我干掉就算唔一百咧都 OK， 顶得住你。我就系等紧你依咁嘅人，等我做咩？地震八十咧个灾兽，负敌，哇一嘢俾秒咗，干掉干尾。十万伏特一招啦，佢好可以落去啦，翻刺射唔得，诶，真系对唔住，而家咧我唔可以接受你嘅挑战，你都留意到啦，火箭兵团咧啱啱宣布复活啦，好多委员会咧召集咗关东地区部分优秀嘅训练家同警察咧进行处理呢件事啊，我都收到委员会嘅委托，火箭兵团我喺成都地区咧挑战道馆嘅旅途中咧都发现咧四处活动啊，会唔会真系复活？诶，嗰个呢事唔系交俾直接交俾警察咪得咯？睇嚟你咧并唔清楚曾经火箭兵团嘅危害性，佢哋系一个咧使用精灵嘅力量咧夺取世界嘅犯罪组织。三年前我仲系低 B 仔新手嘅时候咧，火箭兵团咧已经对呢个关东地区造成咧冇办法描述嘅一个危害性，成个关东地区咧争啲就落喺火箭兵团手上。如果当时咧唔系有啲正义嘅训练家齐心将佢哋瓦解嘅时候咧，呢个地区咧就俾火箭兵团统治嘅。哇，个组织有咁犀利噶！冇太高估自己力量，即使火箭兵团嘅小兵啊聚集起嚟围攻你，都可以咧玩死你。火箭兵团嘅恐怖之处就系咁，聚集起嚟就可以咧危害一个地区。以及咧头先提到啊，某啲馆主咧要帮忙处理，所以我都要咧处理一下佢哋。你哋睇嚟都比较强，可以话希望一齐嚟，当然冇咩问题啦。我都系咁谂。嗯，我头先嘅讲你听到啦，正好啦，你都帮手啦，唔可以俾火箭兵团咁样复活。而家传送你去山崔市，唔系嘛？都系你都传送过嚟呢一代山崔市精灵中心，小心啲，小鹿先生。嗱，呢个娜兹小姐话俾要我话俾你听，佢已经知道咧边一度 D
点解要喺呢度聚集嘅原因咯、啊。愿闻其详。喺呢悬浮列车呢度嘅悬浮列车直接去到黄金市啊，依靠呢个车咧就可以去到成都地区。单凭几个城市警察根本冇佢哋收啊，恐怕咧成都嘅残余火箭兵团咧早喺黄金城起好咗基地啦。原来系咁，唔或者广播通知咧会喺呢度集合啦，应该系想最快嘅列车咧进行复活啊嘛。咁样嘅话，我哋而家目的咧好明确，就先到列车站攞到呢个控制权，等关东嘅残余火箭兵团冇办法可以去到咧黄金市，削减佢哋嘅战斗力，然后咧再联合其他优秀嘅训练家去到黄金市搵到佢哋嘅巢穴基地，将佢哋一举消灭。咁你而家即刻去列车站啦，明白？我就搞低佢哋啦，我哋都尽快去啦。哦，你咪尽快去，先回去先，轻轻松松，好出下步嘅你。OK， 边度啊？咦，哪吒喺度？呢个咪哪吒啊？系啊，你系小鹿带过嚟嘛？可以话请到呢个列车站呢度交俾我啦。列车站喺边啊？呢、這个，哦，估唔到我喺度咧，等你一跌落嚟就袭击嘅，呢度迷宫嚟噶。迷路唔系，你眼神冇流露出恐怖。咁姐姐话俾你咩叫真正嘅恐怖？哦 ，OK， 干鱼大剂啦呢度，俾佢黑住呢只火呢只又唔出得，即系出地震鱼啊！呢只都得嘅，个尾打啊唔系空前打呢只暴风落钉啊！呢度地震啦、啊。呢度地震，叫我未打佢。好，呢度开攀瀑布打大甲，阳弓打飞嗰只嘢。Yes， 哦呢只一定要走啦，走一只呢度换做亚布系啦，空切打只蘑菇蟹得。阿蛙棍杀啊！一定要阿蛙棍，要即杀添。空前，其实应该打死嘅，就咁打死个二品站，系啦，打死75咧啫，佢都系得，对我威胁唔大。呢度空前打，哇！我就估到啦，呢条友有啲咁嘅技。呢只好似唔知咩系，唔知咩系呢只。我唔系好识分呢几只嘅属性，超能力睇嚟咁样，独格斗咬呢只，空切打毒蛙，哎呀，冲浪，阳弓打呢只。唉，奇喎，佢储水佢，我突然之间唔醒唔起添。呢度嘅话就用 Hello 加地震啊，唔得个地震，攀瀑布打呢只，火焰喷射打呢只，好不易打，多次谷石兽。攀瀑布啊，唔系我用地震呢度，之后转做云雀我呢只，好得地震保护岩崩冇死啊！地震雨，但系佢惊哦哦呢度 hello 家，究竟我要打几多只？又要打12只呢度。攀瀑布打唔得，攀瀑布是但攀瀑布啦。呢度用个智波动打呢只复古，用错晒啲技，点一乱又孤合众系啊，用错晒啲技都赢到，不过唉可以回。哎呀，早知走咗先啦呢度。点解又突然之间又有啲友要打呢度？哦。司徒先生好犀利，一个人咧就压制咗一部分火箭兵团，即使咧属性俾人黑到死，嗰个人果然好犀利。不过咧，我要搞打死佢哋，唔使啦，已经三年啦。我哋喺呢度咧三年啊，一直咧做住火箭兵团复活嘅准备，等住咧把莫大人嘅归来啊，绝对唔可以俾你咁样阻碍火箭兵团嘅复活嘅火箭队嘅火箭队咧，即将咧要复活啦，再一次将呢个名声打响。我哋咧要令呢个成都地区系我哋唔系关东地区啊，而家就俾你知道我哋火箭兵团嘅厉害。
黐线，打唔赢我剑王。哇，得翻咁少血，死得啦咁铺。冲个狼，唔系攀瀑布打河马先。得搞掂一隻中毒，哦死得！佢有个咩梦过来啊？我死硬，打天然料啦！哎，打死好嘢啊！哇，咁我都冇死啊，唔会赢到啊！冲浪，哦死咗，剑舞先呢度，大火推未死啦，好难好难会死呢只，如果就。就算火属性打佢咧，你唔系特攻咧都好难打死呢只钢鸟啊！斩死河马先，好喷火，照用叶印斩啊！咁你都顶得住啊？一血根啊！头先个，哇咁呢度点啊？如果可以好好咁沟通嘅话，其实只雷电狮咧应该可以一下杀死只喷火陀，但我又唔知佢打唔打喎、啊，是但啦，我冇打喷火啦，冰牙。穿山王，穿山王你打，我打太阳岩。好 ，yeah，very good 嘅配合。对面嗰只系风，呢个系咩属性啊？风扇啊？风扇系咩属性啊？死咯，突然之间唔记得添。唔该，依家十字剪打佢试下。佢系咩属性啊？真系飞行啊？哦，嗯，冲浪，好，天然鸟蒙哥来亚，蒙哥来亚走一走先我，换只哈鲁加能量球，火焰喷射喷蒙哥来亚，哇个个打我黐线啊，哦，空切，啊死仔包啊真系，干鸟。嗯，个未打呢只咧，又系剑舞，唔可以俾佢开到技添呢度。哎 ，good 啊 ，good 啊 ，good！ 化飞打化石飞龙啦，假面长眉打盾甲。哦，好催眠催得好啊，搞掂，争一只片死佢，好噃。即使打低我哋，你都冇办法阻止火箭队嘅正式恢复嘅复活啊！大部分关东地区嘅火箭兵团嘅队员咧，已经嚟到咧。通过列车去到黄金市啊！列车嘅控制权咧，而家俾你攞走都冇意义啦。哦 ，OK， 清理得唔错，但系咧我哋都争一步啊！大批嘅队员已经去到咧黄金市，我留喺度控制列车，你快啲上车去嗰边支援馆主啊！唔使多讲，我哋快啲上车，击败火箭队员。哎，今个咧最近咧广播节目好奇怪，所以打个电话俾你，听个咩广播啲咩火箭队啊，知道啲咩情报？唔通要复活？点会噶？唔好意思打咗你，自己小心。就打嚟讲废话喺度，好走得系嘛？可唔可以回血啊？帮我赶快上车，送我上路啊！咁快上车，好。OK，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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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o！ 哦，吞口。哎呀，咁头先我应该唔好，哎呢度唔好飞咯。好好观赏下呢一个列车。OK， 翻到嚟啦，黄金市。OK， 呢个要做咩啊？已经冇啲咩可以抵挡呢个我哋火箭兵团咧清霸成都地区，使唔使讲得咁快啊你啊？好 ，OK， 成班都系火箭兵团啦，而家已经占领咗呢个黄金市，但系我而家应该要去大塔啊，又喺呢度啦，大塔，哇，你仲喺度嘅？唔系我大人啊，我想攞到收音机，但系咧参加难嘅挑战，问题有啲难啊，佢仲喺度嘅，冇赶走佢，居然好。喂，管主喎，小细，你帮手啊！火箭兵团已经完全咧侵占呢个地方啦，呢个广播咧不断咁向世界宣布呢个复活嘅宣言啊！咁样落去咧会越嚟越多人噶。哦，总之先令个广播停低。哎，阿速喎，身为警察同埋管主咧，唔可以放入火箭队嘅为所欲为啊！人数实在太多，如果你想帮手咧，大概可以咧轻松啲嘅上面啲人。呢个队员讲啲咩啊？会管主真系难缠啊！明明咧黑属性啊，但系咧都攞唔到着数。几劲吓，做管主可以喺黑属性情况下都打得咁劲，好睇唔到佢讲咩？剑舞，剑舞，电磁波，我最真嘅嘢出咗嚟啦！好，唉，死得啦，铺，嗯，
地震雨冲浪攀瀑布大爆炸一言不发大爆炸地震死啊龙龙岩过鸟过尾过尾 OK 哦这个是什么恶系天王恶系天王都来了好我想大概这一层的火箭兵团呢除了需要开锁的地方呢总算勉强压制住委员会呢真的呢要我做一些这么攰的工作哇是完全黑住他喎，你见到火箭兵团嗰两只嘢吓，黑到一个地步喎。左边嗰只咧咩水地，再下面嗰只系草格，上面咧黑到加火恶，下面嗰只都系恶，系基本上系完全俾人黑住喎。啊，好，嗰只豆粒菇系完全黑制住佢，都睇唔到佢讲咩，我加速咗之后，好，黑老加阴谋，火焰喷射。太阳岩得恶波，念力土沤恶波，毒气箱子恶波，大毒油火焰喷射，百变怪火焰喷射，哇！佢快过我居然，不过唔紧要，哎佢快过我添呢度，好呢度唔使打啊！呢个又系天王超能力天王呢个系，诶呢个广播。呢度咧全地区广播啊，失晒人，赶快加入我哋。诶、欸，你系咩人？阻碍我，唔系阻碍火箭队嘅人咧，我系唔会放过嘅。准备受死啊！呢只我打过劲多次，我同大家讲，呢只毒龙蝎咧，我之前练重嘅时候打过劲多只，所以你系唔会打死我。火焰喷射，虾龙虾，恶啊！哎呀，打唔死呢只。干鸟用干尾灾兽干尾灾兽又算不算劲呢其实都灾兽一般般啦、啊、不过攻击力超高咯可以话系奇异花蛤蟆威嗰样用干鸟哇死仔咁快醒我的天啊保护种子爆弹龙星群龙套式耶麻痹咗龙星群飞天哦可惜日照啊搞掂仲要嘅呢火箭队同埋把木弹呢精灵啲咩冇所谓咁真係停咗未啊停咗啦仲有得上喎、啊、喂唔得返去回血先好嚟啦阿杜喺度我都发现入侵者剑舞先呢度打我唔死嘅烈焰马就难搞啲走啦冲浪攀瀑布鹿仔奇异花催眠寄生你啦阳光哇超能力瞓我搞居然猫头夜鹰的话就用返地震雨攀瀑布催眠不会靠得多的食梦啊喂快醒快醒快醒醒啦、啊、幽灵气球 Hello 家恶之波动高超鸭阿布耶、yeah!好阿杜喺度喎点啊终于有人嚟啦救救我啊放弃挣扎啦你哋嘅成员呢已经呢被口袋委员会派嚟嘅训练家阻止大部分嘅火箭兵团已被我哋压制放开人质起大头先系你哋最好嘅选择阿典娜嗰、那个。呢个系冇可能嘅而家嘅我哋同以前唔同而家我哋有首领喺度冇咗板木大人嘅命令呢我哋火箭兵团系唔会停低嘅只要各位大人喺度好快成都地嘅就属于我哋火箭队嘅。是你啊你得正好啊帮手救救台长在我攻击那个钢步的时候。唉就是搞事人越来越多了全部呢交给梁达一个人对付的确实很吃力你们不会以为多了一个人就可以扭转局势不要发梦了钢步的头衔呢不是浪得虚名的动手双打阿莲娜一起我们来消灭他又双打即是又打十二只啊
见我冇先呢度。喂，你搞掂佢啊！你唔好你唔好整死我啊！哇，激吸血！班格拉，一定要杀我班格拉先。好，再杀一千穿山王先。喂，你有啲作有啲作为得唔得啊？你啊，你多王我杀。好，你杀咗嚟呢个花就 OK 啦。但系啊，呢只企鹅我杀系啦，隔篱嗰只可以唔杀住，因为应该都用剑舞啊。隔篱嗰只吸血，仲毒尿添，中咗。地震雨啊，系地震雨，但系唔得，嗰只嘢唔可以用地震打，冲浪啊，唯有。好，海牛兽，攀瀑布，打呢只，哎，做得好啊！哇，呢只又要走啊！呢只咁一个大木锤车落嚟，我又玩完干了。好，过尾打海牛兽，冰牙 good， 逐流蒙哥莱牙，蒙哥莱牙佢打啦，应该都系佢有冰牙咁去咬啦，应该打唔死我，补多招。地震，你唔系用冰牙咩？搞错啊！啊！喷火龙，你搞啦咁嗰只嘢，我打海牛兽，我呢招啦系，咁都唔死呢只嘢真系。地震雨，碧云雀咧又系，云雀睇一弯佢会做啲咩先，保护，睇下你会做啲咩先，进入防御，冰牙没有命中。闪电拳打我，两只都打我，你班友仔真系啊，有冇咁黑人憎啊？我只嘴有冇咁黑人憎啊？走火牙，哇！佢都佢仲快过，不过正常92咧。好做得好啊！哦，我都死咗喺度。嗯，地震奇异花，佢有冰眼，佢搞河马，我打海牛。你唔系打海牛冇搞？你唔系打河马嘅咩？咁样要瞓河马啦，好，我仲未醒都冇搞错啊，结咗冰，哇，点解今集啲结冰下嗰啲几率咁高嘅？佢哋好似，好呢度转地震雨，冲浪，应该唔会输嘅，我谂得啦，赢到地震，好似打唔中呢只。攀瀑布，攀瀑布，好搞掂。利多地震，暴风雪，哇！即刻又结冰，死啦！咁波打唔打得赢呢只成问题喎。睇下佢惊唔惊啊？喺度，如果佢惊嘅话，都应该可以打得赢嘅。但系佢唔惊嘅话咧，就难打啲。好，一半啦，至少死唔死到啊？哎，搞掂回心一击，哦，冇可能啊！我哋最强嘅精力冇可能嘅，呢个就系你眼中所谓冇可能，而咧我哋理所当然做到嘅嘢嚟嘅，呢个就实力嘅差距。好啦，而家知道我哋之间力量咧悬殊之后，快啲投降啊！投降唔存在呢样嘢，干部嘅字典入面咧冇投降呢两个字。而家事实咧，但系我哋输咗，冇办法啦。B 计划，我哋火箭兵团已经复活啦，把木大人好快就可以清霸呢个地区。如果二房马我仲留咗一手，方便逃走。出嚟啦，游击立啊，系游击立。我瞬间住，走佬真系本事啊！真系多谢你哋啊，救咗我。呢、這个唔系值得感谢嘅事，有份内工作。头先火箭兵团干部讲嘅我有啲在意，你知道啲咩啊？关于火箭兵团，系嘅系嘅，火箭兵团咧强迫我用广播塔咧为佢哋卖命啊！喺佢哋嘅干部之中嘅谈话我知道一样嘢，就系、是、咧火箭兵团嘅秘密基地就喺黄金城当中。具体嘅话咧我唔清楚，唔使多讲啦。啊！我已经找到火箭兵团嘅基地啦，喺百货大厦嘅底层啊。不过系忍者出身嘅天王啊，做嘢嘅效率真系快，唔使咁抬举我。呢个系口袋委员会俾我嘅任务。另外咧，广播塔嘅火箭兵团已经撤离，已经话我俾一树李林自霸听呢啲天王嚟嘅。上边咧佢哋应该到场，你可以消失呢个嘅消灭佢哋啦。道都系天王嚟噶，系咯，我都嘅道系天王咧。我仲有其他任务，我咧先能告退。点解你要行？你唔系飞走嘅咩？佢一齐嚟帮手，将你一网打尽。咁我先去到底层。好，翻去回血先啦，叫我。太好啦，阿布又可以喺后面跟住我啦。百货公司底层呢度，
呢度落去系嘛？你好，地下一楼，即刻送我落去，送我去死而家。好，哇，咁好听嘅啲 BGM。好，我沙来到。好，哇，已经打烂到我暗门嘅密码，密码系四位数字0702，快啲去帮手啦！哇，呢个唔同佢讲嘢，真系应该唔知，应该唔会知嘅0702。